會用到 sugar frost。咁我哋搽嘅時候咧，會搽喺雙眼皮嘅位置，高少少，即係個雙眼皮個邊邊位上到個窩咁啫。然之後咧，你用翻你個手指將個邊邊，咁其實見到這個呢個咧搽落去咧，好似啲射燈打落個眼嘅皮膚度咁樣，望到好光澤線。之後咧，我會再用另一個 colour， 呢個咧係有少少偏紫紫地啡色嘅。咁我哋落嘅時候咧，如果想個眼嘅輪廓咁長啲嘅時間，又唔想好濃妝，唔好上到個 eye crease 咁高嘅，我哋落雙眼皮嘅位置。跟住咧，我哋用細嘅呢一個 smudge 嘅 brush 貼住個眼線位，輕輕上。咁我咧就會幫 model 選用呢一個第一格。我哋搽 eyeshadow 咧，最緊放上咧唔好心急推眉，放咗落去先，慢慢靚。然之後咧就將就放翻頭先眼線位啦。咁咧落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咁樣睇一個三角形嘅位置啦。咁我哋由個眼尾開始 blend 入去，跟住就會用到個 blending brush， 我哋可以攞個 nude 色，咁其實咧係 soft 翻佢嘅，貼住個邊邊位置眼窩。其實今年嘅顏色咧都幾 sharp， 但如果你話我又想試喎，但又唔想好實嘅喺個嘴上邊嘅時間，都可以用翻呢個方法，我哋擺全中間慢慢入開佢。咁我哋咧從頭再講第二個 colour。